好久都没有吃鸡腿了，今天拿了两个小的，这个呢是家里的最后两只鸡了，今天就把这三斤鸡腿拿来红烧。先把鸡腿焯一下水，在焯水的时候，我们来切点这个姜葱蒜。把这个鸡腿捞出来，拿了一个大锅，倒油，来一点白糖，炒出焦糖色过后，下鸡腿，葱姜蒜，香料，来一点料酒。生抽、红烧、酱油，加水，太好吃差一点吞进去了，吞进去就要划破肠胃。还有最后一口饭。
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，Goodbye。